11月20日晚8点，雅诗兰黛官方微博正式官宣肖战成为了该品牌亚太地区彩妆及香氛代言人。作为彩妆界的顶级品牌，也将携手肖战诠释品牌态度，重新定义美妆力量。据最新数据统计，在雅诗兰黛宣布肖战为亚太地区彩妆及香氛代言人后，肖战代言的产品系列在半小时内的销量就达到了3980万，一小时内直接突破了4000万，这惊人的带货能力真是顶流的水准呢。这优越的带货能力相对于杨幂和李湘来说也要强很多，这个代言人选的实在是太给力了。最近肖战做客某节目，讲到自律问题，称会直接反映到你的脸上，比如说你第二天有通告，第一天必须要早睡，难怪他平时皮肤看起来特别好。还讲到如果第二天有工作，晚上肯定不会吃火锅等高热量的东西，甚至连水都不喝，如此自律难怪能从160多斤的大胖子锻炼成今天如此 A 的型男。